笑，你我哈哈笑。珠江玉壶，点解？乜事啊？点解你要掉咗部机去？屌，坏咗就掉噶啦！大佬生前对你咁好，点解你咁对佢？咁唔系点啫？你话啦，你唔应该掉佢落垃圾桶噶，应该放喺一个属于佢嘅地方。使唔使咁夸张啊你？我要带佢去一个属于佢嘅地方。屌，落雨添！石娟，我有办法。正方三角交叉交叉，圆圈正方。咦、欸？好似唔系太得咁喎，有冇啲劲啲噶？你要劲噶嘛？劲咩队？哇！你点错噶？你自己 Google 一下啦。十二只恐龙去野餐，齐乘咗旅游车出发了。你带我呢度做咩啊？跟住嚟啦，到噶啦。边度啊？游戏机坏咗，梗系放喺回收桶度啦。你睇佢几开心，仲一家团聚啊！好似真系几开心咁样喎。喂，你睇下，但系呢度如果登记咗有得换飞噶喎，我哋好似冇登记喎。环保嘅嘢我哋唔计过场啊，兄弟唔稳做。哦，好啦。喂，一阵你坐部直升机翻去啦。冇问题，湿湿碎啊。做乜嘢啊？个手掣。你咪抌埋入去啊！喂，最后班巴士，冇巴士啦，快跑跑啊！我要带佢去属于一个属于佢嘅地方。